我定有一个，这查甫的你捌看过无？这个是韩剧。韩剧哈？对。那查甫你看起来有没有有没有比你当年还要帅？帅啦哈，还是差一点啊！你看，我就喜欢你这种部长，全中华民国的政务官呐、啊，你这个红事官呐、啊，这个受到国人喜爱啊，有一些争议的言论呐、啊，屹立而不摇啊，不是没有道理的啦。啊，你干脆你弄年轻一点，你自己去当男主角就好了。那国家痛失英才。那国家痛失英才。金城武你认不认识？不认识，但是看过他演的电影。你觉得他，你年轻跟金城武比较，有没有比他帅一点？他当然不如我。他当然不如我。长龙航空哦，请金城武去代言拍一个广告，三分钟多少钱你知不知道？3000万，你入错行了、哦、我跟你讲，如果你当年也去拍这种广告剧的话哦，形象剧的话，你今天身价不得了了。还是你现在已经在跟您的元神在打交道，还是要问寡播一下才能够知道你该怎么回答？我想您要用专业的态度 来问这个问题啊、哦。那么我想部长，你认为我不够专业吗？你专业的不要提到那些有的没的。你专业的不要提到那些有的没的。